定胜选成功。血肉里，你们都已经忘了这世界曾经的样子，你们都已经忘了这里曾是人间。可是凡人不过是欲望的傀儡，他们筑起幻塔向星辰索求元能，何其宏伟，何其荒谬。生者只处于阴影，任瘟疫与异变横行，而种下阴谋的愚者却高举海家德上，妄图重建新的秩序。那不过是一张罗网，而众生皆是寒影。迷途的羔羊们，你们可曾虔诚的忏悔？你们呼唤的救主何时才会降临？奋力叩关吧，那片沃土要由你们亲手筑成。哀悼之子啊，无需为逝者哀悼，天国的大门从未紧闭，每一次吸收我都将亲眼见证，他们将带来新的秩序，这世界将浴火重生。这是什么？也许凡祖知道。事情怕是麻烦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已经肃清了锁国大楼，所有入侵者都被抓住了，但我们没找到迪奥和克里特叔叔，他们被艾达之子叉带走了。据那几个被抓住的家伙说，他们还没捉到克里特父子，战斗就开始了，所以他们被什么人带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。不过嫌疑最大的仍然是艾达之子，你找到的这本笔记记录着艾达之子在本地的具体分布，数量不少。这些据点我会去调查的，但是能找到迪奥他们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小希尔达，你就别跟着填乱了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如果艾达之子已经找到了信源，我们就得做另一手打算了。克雷特已经禁止了本地港口的信源交易，但这附近有一处黑市，如果想找到备用的信源，只有那里才有。希尔达，你和米娅就跟着我吧，我们去黑市探探风，遇事可得机灵点哦。你瞧不起谁呢？那就这样吧，散会散会。
看来这些艾达之子也在担心。但克雷特社长没有将完整的位置信息告诉他们。艾达之子正在盲目地搜索整片地区，难道克雷特社长已经逃出来了？真是太奇怪了，我应该继续追查下去。我来看看，看来克雷特社长和迪奥都不在艾达之子手里，那会是谁把他们带走的呢？这件事似乎有隐情，我快去黑市找弗拉兹商量一下。请您期待我的表现。平心静气集中，喂喂，执行者在吗？西里小姐要请吃饭吗？哼，今日来趟罗星区，有要事找你。罗星区出什么事了？是比较紧急的情况，哎，赶紧问问吧。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